昨天我们把车停到这儿以后，今天太阳也不晒，穿个这个温度正合适，小风一吹，哎呦我天哪，给个皇上都不当，美的很，美的很。我现在就想拉一个仇恨，结果奈何没有文化不会形容。现在呢，你站在室外比你躲在房车里面要舒服的多的多的多，所以呢，我这会儿把我的凳子搬出来，小桌子搬出来，面朝着河，待在树下，好好的过几天田园生活，过几天户外生活。那一年我们忘山，尘封已久的凳子桌子终于要出山了，这是咱们这一趟出来第一次户外。对，一直都是窝到房车里，这房车真的是太消磨人的意志。这运气，这天上又开始飘小雨了，把遮阳棚赶紧给打开。这个遮阳棚我们俩是不是都没用过？这是这趟出来第二次打开，上一次打开是晾了一次衣服。我咋手都生了，都不会开呢。哎，好了，这都是生锈的。水好凉啊，这个河水，放到瓶子里面，瓶子上都有水珠子。起雾了都，这咋穿呀？感觉。哎呀，我咋插不好看呢？你就根本就没有那个艺术细菌好吗？你现在插花不好看，你回去插花椒好看。你看，不管咋样插，红脖子就是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会给自己。老郭在给我们准备水果。那个是为了摆拍的精致生活，这个就是我狂野的人生。来把你俩激动的，不是你俩吃的啊。一颗独自望着星空，从前的从前从没变过，寂寞可以是燃烧，也可以是享受。没装起来。水还烫了。坐在这儿，这个轮眉现在特别影响我的心情，我告诉你，我咋样都能看到他，咋样都能看到他，就他缺一活儿。我觉得咱们俩真的不适合城里，就适合待在这荒郊野岭。我决定不走了，待到周末再走。周末这边肯定人会特别多，嗯，然后人多了咱就跑，是不是？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，有那么多的彩，之女光年外沉默。
呀，你们俩怎么这么霸道呢？才来这一天啊，人家都不能有个人了，对面有一个人，他们俩在那疯狂的咬人家。安保系统很敏感的，很管用的，告诉你，狗粮不是白吃的。瞧瞧，奶凶奶凶的，我告诉你，他给人咬一巴掌。果粒现在的态度就是，过来玩啊，过来玩啊。妈呀，妈呀！这姨妈怎么突然就起风了？一阵妖风，这个飞起来了，居然！我要有那个啥，拿地钉把它打一下。什么叫吉人自有天相？我就砸了个地钉。捡了一毛钱！妈呀，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厉不厉害？到了河边还能发现这水里面其实鱼挺多的呢，我以为水流很快，水比较浅就没有鱼，结果这小石头里面鱼特别特别的多，这个坑里面，你说我能不能抓到这个小鱼苗啊？你抓不到。哪儿？哦，这么多。哪儿呢？都跑了，你都被我吓跑了。你转了一圈就转了个盆儿。我现在只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盆儿。其实我还想到一个东西，但是你没有，丝袜。哎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要盆儿放水底是吧？对，我捞一点鱼，然后往我那车上的花里面，我那不是水培的吗？嗯，往里面一放一养。对不对？好了，不用管了，等一会儿就好了。拿点啥？再摸上掐一口。掰了一块馒头。快过来，我要丰收了。哎，这些鱼。这边就是不往我盆里走，我准备这样，把它抄起来，好不好？我怎么感觉一个都没有呢？放心，肯定有，相信我，肯定有，没有十个八个也有一个两个。费了那么大的功夫，还消费我一口馒头，才弄了这么小三个。于是乎，我要改变策略，我直接捞吧。你直接咬都比你那样快，我跟你说。妈呀！你看，对吗？一下这个就变成主盆了，那个就成副盆了。好。嘿嘿，看看我的成果。哎，你要把它俩分到这两个花盆里面就 OK 了。要掉啊！去吧，宝贝儿，游过去，快！好了吧？这里面有几个？感觉没有几个呀、啊。再给他来一点。又去了几只？哎，好看了吧？养花养鱼同时进行。对呀、啊。他们没氧气啊。花不是给它造氧气呢？哎呀！我们失去联络，这一片。